put my mind to this shit.真的很狂啊！来来来来来，五狂同学往前站一点，往前站一点啊！是，今天呢是我们师生的主场啊，所以呢，其实一般来说呢，你们其实也上半个主角，好吗？对，也都是师生人嘛啊，所以呢，好了，简短的哦，每个人简短的自我介绍就好，来，请。大家好，我是师生五狂的社长 Angel。Angel 又来了 ，Angel， 来下一位，快点。是让我发射弹，我是。儿子啊，你分一点身高给他好吗？来。我是五狂副社长周嘉禾。嘉禾来着啊，来后面是学弟妹也要带一下啊，妹妹先啊，懂不懂啊？女士优先啊。一副就是没交过女朋友的样子啊，生气！我说中了是不是？哇，
B boy 不用担心啦 ，B boy 没有在缺女友的，我告诉你啊 ，B boy 只缺钱啊。来来来，赶快进行自我介绍啊。我是四三五狂的学妹张玉馨。啊，学妹啊，学妹就是赞啊。四三五狂的荣誉社员，荣誉社员呢，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啊。你是？我是四三五狂的学弟苏乞儿。苏乞儿。哦，苏乞人，哦哦哦，哇，差一点了，膝盖一软跪下去，哇，代班班主这样，来医生。我是四三五狂的学弟许浩。许浩是不是？许浩，许浩哦，有一位老师好像也跟你差不多名字啊、哦。最后，我是四三五狂的李瑞森。李瑞森，哦，瑞森呐、啊，这位先生，哦，好了。来，是来自于四三的同学们啊、哦。原本前面是说想说带一点祝福，但我觉得这个太老套了啊。毕竟呢，也是我们今年四三惩罚是最后一场啊，所以呢，我只要一个人出来，一个人出来，一个人出来干嘛呢？是，我希望呢，你们能够教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一点基础的 breaking 的技巧，好不好？哦，生而为 B boy， 我相信一定有一些技巧，老师要成为 breaking， 要成为 B boy， 一定要会的一个技巧。譬如说 ice， 譬如说头转，譬如说风车之类的啊、哦，当然不要太高难度的啦啊、哦，你们可以低一点难度的，快速的教学一下。来，哪一位？哪一位？哪一位要示范？你想学坚定是不是？啊，来，这位意志不够坚定的同学过来一下，来，我直接教你坚定。来，我教你什么叫坚定啊？来，刚哪一位同学？我听到，你是不是？啊，明宪啊，又是你，来来来，上来上来，快快快啊！你想学坚定，来，谁要教他坚定？谁要教他坚定？谁要教他坚定？谁？邱伯承，邱伯承，伯承，伯承，九月，九月来教他坚定。虽然看起来他应该坚定比你厉害啊，但你还是教他一下，来教他什么叫做坚定啊，非常坚定的坚定。首先，坚定第一招是第一个步骤。好，第一个步骤，跪下，你也给我跪下。不孝子，好，来第二个步骤，手摸地，手摸哦，他摸了，好，来第三，哦下去，你给我下去，好，第四，哦定起来，定起来，坚定的啊、哦，非常坚定的哦，他比你标准，他比你标准哦，这就是坚定，是不是？好 ，OK OK， 就这样，是不是？啊，你明明就会啊，你公孙丑开玩笑啊，明显是不是啊？已经真有真的这么多年，惩罚都还没争到女友，真是的啊！好啦，就是这样，就是坚定，就是这样，一招一招一招下去定哦，反正只要肩膀落地就叫坚定。好 ，OK 的，那我知道了。好，再给我们来自于师生的同学一点热情掌声，谢谢。哇，叫你教的坚定，你这样的意志如此不坚定啊，真的要定啊，这样子。好啦，可以下去了，谢谢谢谢，休息休息休息啊。不用耽误太久的时间，对对对，原本想要好好慢慢玩的，但是我是真的会怕时间来不及了啊、哦，大概就。